高雄市议员候选人，我是高敏玲。那很高兴今天来参加我们永安石斑鱼文化节。刚才那个砍钩实在是非常精彩，很多小朋友还有我们当地的阿木吼都来传承这个砍钩的经验，非常棒。那这也是一个文化的传承。除此之外，我们现场有非常多的美食，有石斑鱼各种的烹调方法都非常美味。那欢迎大家来永安玩，谢谢。好，最后呢，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高敏玲，让年轻人可以进入市议会，那也为我们地方发展带来一股新的力量。请大家多多支持高敏玲，谢谢。今天的时阵哦，2014年的时阵哦，永安区海洋音乐季的时阵，阮社区我是新港社区理事长，我苏国生。阮社区今天主办的是砍钩，因为砍钩的时阵哦，已经到40多年的时阵哦，失传到现目前。拢唔捌砍过钩，而且呢，当时50多年前的时阵吼，伫阮这个溪村的所在，伊的生活就是拢靠这个砍钩方面。今仔日的时阵发动来，大家人拢爱在砍钩，所以今仔日的时阵将近几百人拢有来参与就对啦。啊，我嘛是真欢喜。啊，我是希望阮新港社区车的时阵，连江有这个砍钩方面哦，每一个月也是每一礼拜。阮甲高雄市政府的时阵，有这个一路游的时阵，阮尽量来举办这個，让外口人来体会到砍钩古早时代砍钩的情形是安怎样。我的宗旨就是安尼，是。啊，即摆这海洋污染鱼也较少，敢砍有？因为这鱼啊是普通一个是一个季节，照你讲啊，若较有季节，若较得到到11月、12月，比较是得较有细尾鱼啊。但是这海洋上的是大尾鱼啊，偶尔有当时啊，有当时啊无。啊，你若是讲要较有较细尾鱼啊，比如讲云仔鱼的时阵，差不多伫爱农历的时阵，十月份的时阵，迄阵也着拢真济啊。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要互体会讲咱后一代的人，今仔去知影讲咱古早时代的人的生活，就是拢靠这来伫生活的，是要互大家人来体会到咱早当时向。即、这个乡村内底生活就是安尼就对了。啊，像即摆用咧保育吼，啊，你现在细尾鱼啊，若钓着来袂食，敢有搁放落去啊？是安怎？因为伊本身的时阵，温仔鱼若砍着的时阵，普通人来到阵温仔鱼本身伊就是细尾鱼啊。嗯。这是无所谓，伊本身普通温仔拢就是细尾啊。啊，不过你会长进阶未啊？应该是搁还好啦，因为伊大个温仔鱼吼，咱砍钩的时阵，伫即个海域伫边啊时阵要砍着的机会。应该是较少，咱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互遮的大家人知影了解，讲古早时代乡村是爱怎生活的，迄个就体验尔。啊，咱是在讲先导这个保育的观念，你讲叫社会爱。是啊是啊，啊，咱这个社会啊时阵是尽量，阮拢的时阵砍到的时阵，若较社会的时阵，咱就过来放回去。对对对。连讲咱的海洋的时阵哦，唔够有将来。是是是是，嘿嘿嘿。我是咱。高雄市永安区议会顾问啦吼，哦啊，今仔阮议会伫遮办这个石斑鱼节吼，这就是阮就是要推广阮这个永安所生产的石斑吼，啊，永安所生产的石斑含别类也无同的所在，就是讲阮永安所生产的石斑大部分是用咱中油公司。商业运转了的水，吼、哦、啊，这是冷却水，吼、哦、啊，阮若热天咧饲的石斑，就是拢伫迄个冷气房内底咧饲啊，咧正常，哎、哦，因为阮即摆水就是，咱海水28度，但是呢，阮的即摆水是差不多22度到24度，吼、哦，阮若感觉阮的温啊的水，若较无理想的时候，阮就甲小可甲淘一下。哦啊、所以阮的石斑伫饲，得较正常，较袂有啥物毛病吼、哦啊。所以阮伫饲，阮也较快活吼。阮会当节省阮的时间吼、哦。啊，借着永安区议会办这个石斑鱼的活动吼，阮、哦、吸引着各位来阮遮，啊，希望咱也听到媒体伫报的时候，咱这两日吼来阮参观，啊，来阮。享受阮遮的石斑。另外，阮这个12月份，永安区公所也要搁办，吼、哦，也要搁办。啊，希望咱大家多多来甲阮赞助，啊，阮会饲到品质好、健康、安全的石斑来供应予咱消费者。
哦，啊，这油呐，这鱼苗是自己一款用的，是鱼鱼苗啊。鱼苗，我拢爱敢买，哦，哎，我敢买，哎，因为咱石斑，咱石斑，阮就是负责甲细尾饲甲大尾，哦，啊，仔啊，蒸鱼，迄拢有个另外。另外，专门去保养的吼。阮那石斑是这样的，差不多，阮这差不多八成拢是迄落完全饲料啊。因为用安全饲料，第一，阮伫饲，阮伫迄落管理也较方便。哦，啊，如果那是龙胆呢？龙胆即尾鱼啊，用这样的饲料，饲起来品质较无咱用迄落青灰啊，别人伫饲。会品质了好，吼、哦。饲料较好。用无用食迄落别人啊青味，因为这饲料到目前还袂缺货，吼、哦。如果若是后下来缺货，我嘛是希望阮会当穿西装来饲鱼啊，哦。啊，做这饲料一直去价，咱的成本了嘛。饲料起价，这是一个大众物资的问题啦，吼、哦。阮希望饲料起价，伊的品质。管提升，阮嘛唔惊起价呢，哦，对，伊若品质管提升，哦，啊，阮饲的成本无超过阮的迄落阮地，嘿，就会使啊，对，讲迄是共起落去啊，对，原来咱拢是起起落去啊，对。感謝，希望各位大家来享受阮永安的这杯石斑，吼。啊，阮会尽量甲饲好，辛苦辛苦，啊，对。Dance with me on the big dance floor. I can take
take you out. I'm gonna show you all to the American life, to the dance machine. We can go all night if you dance with me. Dance with me on the big dance floor. I can take you out. I'm gonna show you all to the American life, to the dance machine.